现在生意还好做吧？一般。哦。那个。你看这个树一穿，这个树一穿，它以后再长，都是往上面长了。啊，对。它不能往旁边长，它不往旁边长，它这个树头它不会上。对。你老家哪里的呀？你？我。嗯，山东吧。河南呐、啊，哎，河南还不错、啊，现在，嗯，灵岩山这边挺好的，那个，这个传染病对你们也有点影响啊，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这段时间都高峰啊，来的人，现在他们人都不见了。河南，你们有一个人叫郭文贵，认识吧？这个人有名的吧？有名没有名，关我什么关系？那个有名，跟我什么关系？他河南人哇、啊。那河南人跟我大关系，我管他河南不河南的。啊，我也不管他这个人是不是。他有名不有名，是不是？说是河南的企业家呀，说是。他在企业家，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干我的。他在企业家。啊，对，这倒也是。这绿化现在搞得好了，嗯，那个人是在河南濮阳的，濮阳，我不管他，跟我没，他跟我这样没什么，我什么都没。樱花开了，樱花开了，这个现在是进入了灵岩山景区了。要在闹市区啊，逆行啊，逆行之叫。哎，你看给你儿子拍的录像。这个逆行啊，要找机会穿过去了。我现在也穿到路上。哎呀，这个这边的交通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明天今天节日啊，明天他们放了假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个交通呢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看啊怎么样，这个我们就直接就穿了，哎呦呦，差一点，哎呀，不要虚，我们乱中取胜啊，哎呦，继续穿行，现在不就穿行成功了，哎呀，穿行成功啊，这在它里面都是慢慢爬，你看你看，对，它跟那个走路，哎呀，这走路有什么区别？对呀，你看这都着急，你看，嗯，往前走了，过去了啊！三轮车就是慢慢走，三轮车不能快，三轮车不能快，三轮车快了，我们这的车都不能快，他的车才能快，嗯、快就完了。嗯、他一天刮着人家那漆都要刮掉，他就。车比轿车、三轮车都厉害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他这个堵的连这个车都不能跑，你想想，这是什么概念？